这个泽东吼，其实因为我家己唱摇滚出身的，所以我对传统的台语歌谣来讲，可能比较无遐尼啊，像你唱遐尼啊前卫时阵较熟悉。但是不管台语怎样新，怎样新式的创作，伊有一个基本的要义，就是讲你爱互听清楚。虽然你的外在做了真完美，但是你的内在有淡薄啊，可惜没有达到那个你要表达的地方，所以我感觉这是你未来会使考虑修正的方向，就是安尼。但是我是唔感觉你今日我看到一个真厉害的歌手，未来的歌星。我觉得因为你在这个地方表演已经很多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想办法让我们出其不意，不要每一首歌的起手式都是一样的。那不要每一次的歌就要有想放大，我觉得太慎重唱一首歌，没有 life 的感觉，就得失心太重，反而没有一种很爽快的要跟我们听着融汇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感觉。你虽然有浓浓的气氛哦，但都是为了你，不是为了我，我就会有这种感觉，请加油。谢老师。